觉得这一台相机啊，很小台，而且很轻，很好携带。重点是它有女生最喜欢的那个翻转萤幕的自拍功能，这样子因为很轻，所以很容易就可以自拍。而且它是触控式的萤幕，它触控式的萤幕非常的灵敏。重点是它的美肌功能超强大的，我拍出来的照片啊几乎都没有瑕疵，可是又不会说太假，因为五官的地方还很明显，然后颜色也很鲜艳很漂亮。